走的时候车明明上了锁的，小偷怎么进去的？看这个硬币。我来给你做个实验，你就明白了。在车门打开的状态下，我们把一枚硬币夹在把手中。现在我们把车上锁，前车门是打不开的，但是夹了硬币的后车门是可以打开的。滚！原来这枚小小的硬币真能阻止车上锁。大家注意，快过年了，不要将贵重物品放入车内。每次锁完车之后啊，最好再拉一下门把手，确认是否锁好。抖音。